偷的我。对，这个不错嘞。电动车出租电动车免驾照啊！你看，明天呢、啊？明天我们去试试看，去一个地方，然后出租电动车，看一下我们可以去到什么地方啊？可是明天的话，我们要很早哎，早上啊，我们还是一两点出来，其实三个小时过就看去天黑了。西门町好像没有了，要去一个地方，到时候我们再看要去哪里。OK， 我们现在要去试一试，我们现在要从这里淡水，然后。要去士林夜市，很多人会以为要去到这里，可是不是是要去这边。对对对，要去士林站，你会要走很远才到士林夜市，两个人80块。哇，他的脚车很帅嘞！哇，80块，40+40=80咩？20。哎，等一下，是我乱了。你哪里可以给一个没有什么脑的人影响到你的判断，是吧？Ladies and gentlemen， 我们今天去士林夜市会有一个任务。我们昨天的影片是请人家吃饭，然后认识了一些朋友嘛。那么现在我们去士林夜市也是一样，看一下到时候我们是要请人家吃饭认识朋友嘞，又或者是问他们要不要带我们去吃饭。我们吃什么我们吃什么，这样子来交个朋友，这样啦。不然这样子哦，我有想到一个，就是我们去士林夜市问那边的人，你认为外国人不能够接受你们这里的什么食物，那我们就去买那个食物。一定是臭豆腐吗？啊，我们去那边再打算。所以各位台湾的朋友，我再次介绍我自己，我是你们头痛、心痛、脚痛、手痛、眼睛痛，什么都痛的时候就会想起的。哎呀 ！A few moments later， 我们已经到剑潭了。我们到剑潭去士林夜市找看有没有比较剑潭的朋友。OK， 现在问题来了，我不懂士林夜市哪里，我只是猜啊，我猜那个方向，因为我看到那边很亮。有了有了，士林夜市就在前面。走走走 ，Let's go Let's go， 我们终于到了士林夜市。哇塞，你们看到了没有？就是这里了，这里了，呜！这样我们现在就来想一下，我们到底在这里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买东西吃。我是讲。我们这次要拍什么？哦，哈哈哈哈哈！你们讲好来。哦，我懂了，懂了。我们直接问台湾的朋友，你觉得外地的朋友不能够接受你们这边的什么食物？然后我们就去 try。叫他们讲臭豆腐怎么办？就去 try 哦。对吧？你穿就好，要帮你拍哦。不给的，我们说要很 steady 的，不可以以它臭，我们就讲它不好吃，不可以以外貌取它的豆腐像。要买给皮卡，皮卡极度暴躁哦，这个很适合皮卡，真的。Foot pad， 哇，可以啊，可以啊，好笑，这个好笑。这290，其他造型的这种都390。哦。好。松呢？应该是。这不能救命也可以啊 ，Coco 哎 ，Coco 可以拿哪一个？有很大吗？20公斤。20有。有啊，上面都是20公斤。我叫那个 Coco 带住那个 Foot Panda。哎呦，你要给他上课、啊？那好笑，很可爱。加了，就给他做 Foot Pad， Foot Pad 的 Pika 去送外卖。应该送冲下被人家拿抓掉去。想问你，你觉得我们外地人有什么是你们的食物我们不太能接受的？猪血糕啊，听起来好像不敢吃。猪血做的，看了是不是不错吃啊？我们自己都会吃。哦，自己都会吃。好，谢谢你，谢谢你。OK 了，我们去试一下。来，猪血糕。我要小的。小的，要辣吗？一点点辣就好。香菜。香菜，不对，对对对对对，这是什么？花生粉。对。OK。你吃这猪血糕没有的话，真的不好吃。好，我们试一试猪血糕。我们来找一个地方试吃一下。现在我们还有一个，我们有可能我们本地人马来西亚人不能接受的杏仁茶。那你要喝冷的还是喝热的？不敢喝。没有的，不敢了。你觉得热的好喝还是冷的比较好喝？看你喜欢哪一种。你？我没有喝你。啊！来，我给你选，你要吃猪血糕先还是喝杏仁茶先？
都要的，是哪一个先吧？这应该没有人要拿过来。我哎，叫我先来。哎，不会有臭味啊？你嗅看。OK 啦，你不要把它想成猪血啦，你把它想成是年糕哦。脸都变了，还要骗我？可以的。OK 啦，没有这么难吃。那你整只错了。我只是觉得等一下我们还有很多东西吃。效果怎么样？OK 啦，可以啦。上头。上头，真的上头，还没有完呢。我们还有杏仁茶。不是讲生日之旅吗？生日之旅啊，我们要赚回一点充电钱。那如果是没有 view 呢？不会啦，我相信台湾的朋友是很 supporting。可以来喝一下。我在哪里？我是谁 ？Who am I？ 太感动了，喝一个水，感动万年。谢谢，谢谢大家的支持，请点个赞，分享出去。让大家知道我喝这个杏仁茶太到感动了。你这样我那你感动了到你没讲真的没有像想象中这样没有你不要骗我我跟你讲一口就好一口啊怕嘞我因为我嗅到它的味道我们已经从马来西亚飞过来它的味道虽然这个味道不是我们可以接受的，也不是我可以接受的。早知道其实这么重搞我自己，有没有人介绍啊？哦，是咯，是我自己讲，是你自己讲的。我喝我的 IG 会破3万吗？可以，喂喂喂，大家请加他去 follow 他。其实他很像豆奶的。我怎么知道是豆奶？哦，可这个没有，还没有喝到嘞，不要再夸张呀。那个水都很有吸上去，啊，不可以接受啊！来，我 steady 一点，老板娘的喝了一小滴滴，是不是？我最少喝半边。好了好了，不要了不要了，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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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你要吃鸡肉吗？盖掉味道，那个酸味的鸡肉。我唔要，我唔要食鸡，我怕我真的是吐出来。哇塞 ，so cute， 好可爱！哇，台湾嘅朋友啊，我发现士林夜市这里好像很少垃圾桶一下啦，因为我这个喝不完的东西想要丢又很难丢啊，因为没有垃圾桶。那我看到地上又很干净，又不敢这样乱丢，是吧？会罚款啊。哦，是哦。哇，我觉得他们的地上还蛮干净一下的，讲真的，你们看，其实一看就知道，一点点啊，一点点，一点点瑕疵。如果我们现在以这个夜市来跟我们那边的巴沙马兰做个比较的话，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种类很多。还有呢？干净哦。啊，对，我想要丢东西都难。老板，这是炸冰淇淋啊。没有，这是三鲜的。给我大冰淇淋哦，巧克力一颗40块。我比较好奇前面那个杏鲍菇的那一间啊，好像很不错咧。你看，想要排吗？没有了，我其实我还是想要找一些我们这边马来西亚的人想要 test 的食物。臭豆腐。嗯。做搞我自己。来，我们马上吃一下大冰淇淋。喂，经典照。好吃吗？油一下，没有办法，因为它是面包，面包细油，给 vanilla chocolate 啦，应该是。嗯， OK， not bad。跟你们讲，不要开玩笑，我们在台湾呢，可是遇到一些马来西亚的朋友，我有心想要找马来西亚的朋友陪我们去吃一个我一直以来都不敢吃。哎。这是马来西亚的朋友来的，在拍什么？大肠包小你吃了臭豆腐吗？我没有，经过很多次了，但是我没有吃。你敢吃吗？敢啊！敢啊！你有吃过吗？有，我有吃过，有吃过。好吃吗？就豆腐，不会臭吗？吃起来不会臭啊。你吃的是炸的还是卤的先？炸的。你吃过卤的吗？卤的我没有吃过。我请你吃。
一起吃是吗？一起吃，我不要一个人吃。我就知道了。OK 吗？可以啊。OK， 你请我吃一个香肠，我请你吃臭豆腐。可以。你看明天要去哪里？还没有打算。我们明天打算去租电动机车，有没有兴趣一起去租电动机车，然后到处论一下？可以，打算看。可以试试看啊！哎，我们在这里有人陪我们了。现在我们要去请我们马来西亚的朋友一起吃臭豆腐。我们在马来西亚的那个臭豆腐是用炸的，大部分是炸的。而这次我们来台湾，我们要试试看卤的。我们试试看呐、啊。哦，是，是啊，是这个，是这个卤的，卤的。哦，水水的。啊，敢吃吗？试试看。臭豆腐一个，一份小的就好。再淋一点汁，85块，yeah， 我们在那边，在那边啊，这边这边没有什么人。我们出国就一直乱请人家吃东西，可是请马来西亚人吃东西就请吃臭豆腐。哦，I don't like it。哦，你嗅看你觉得 OK 吗？可以哦，臭的哦。比我还臭，我恐慌。那你你我就不知道了。Oh no! Oh no! 来，你要先吗？对，你先吃。我们是给客人先吃嘛，对吧？有时候就给客人先吃。我们两个都是客人。你是我的客人。你先吃，来。对啊，我们吃了，我还要喝那个粥的嘞。对，直接粥一起喝。OK， 可以可以。哇塞！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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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你先吃。可以啊，不错呗，这多一口给你看。啊，我唔中意。Okay， 我先 try 这样子先，你要吃的嘞。冇，没有，我负责拍卖。这个时候变负责拍卖了。负责拍卖。给我试试看啊。哦。不好吃啊。大口一点，它没有那个臭味的。是要注意烧的。嗯。咦、嗯？这很像龙岗水的味道，你懂吗？我吃起来 OK 哦。你喝那个粥吗？你有喝到粥吗？有啊，我已经吃到豆腐了。讲真的，可是我真的不能接受了。讲真的，我没有要讲他的东西不好吃的意思，只是不能接受了。虽然我可以接受，但是你不要叫我拿回啊。我想叫你请你的朋友吃。我觉得我等下大便出来也是臭。哎，废话，大便出来都是臭。你大便比这个还要香，你大便比这个还要香，你大便比这个还要香。你修过吗？什么时候？我什么都不知道。台湾的朋友不啊，我先跟你们讲，不是每一个都可以接受的。如果它炸的话，我还可以接受。讲炸的比较好吃，因为它是卤的，水水这样，所以我们会很自动 automatic 想到垃圾车经过啊，或者是龙岗啊，你懂什么是龙岗吗？龙岗是沟渠的，我们那边的沟渠大概是这样子的味道，你不知道。可以真的真的不可以，我怕我肚子痛。竟然我请你吃了一个臭豆腐，我再请你喝多一个水啦，解一解那个味道一下。什么杏仁水啊？一个字，绝。我们吃个。哦，对哦，大肠包小肠，吃了长长久久，来吃一下。嗯，其实就是香肠是吗？糯米包香肠啊，哦，我以为真的是有一个香肠，然后再包另外一个香肠。误会了，误会啊，比臭豆腐好吃哦，这肯定的啦，这个是100%，不用考虑，也不用想啊。OK， 这个你不吃这个就吃臭豆腐啦。嗯、OK， 我们是这样子，谢谢你的影片，拜拜。Let's go, let's go！ 我在这样的国家穿着 hoodies， 因为那是我的 style。我不会因为天气转变改变我的形象，我的骄傲。Yo，